这个美丽的花瓶跟一脚给它踹下去。我们不是要去看日落吗？这是不是已经黑了吗？现在能吃东西吗？现在目前应该是吃不了。我意思是，就是我们开一个多小时车上来吃泡面，在这吗？你开心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就对啊。啊，这边的店虽然很偏僻，但这边的店都很好看，很有格调。我如果没有看到，我也就是不会很执着。所以这本来就是应该我们今天下午应该看到的东西，是吧？早晨6点，对，那师傅怎么办？在车里睡啊。所有人睡着点。他现在就在这坐着玩吗？现在9点，就也没有很久，主要是现在下山，我是觉得好害怕。九到六点是9个小时。这是在干嘛？没有。来上个车。我是明星。idol 是 idol。对，你们哪一个人去上面那个客栈？客栈是我们刚才问的那个吗？不是，就是那个好像很普通。可能他家只是说环境没有那么好。对对，我一看就知道有吗？先去问一下吧，一个人去吧。对，一两个人去吧，不要搞得我们就太迫切的要他就给我慢点跟要价。应该是这个。司机能跟我们一起住吗？还是司机有事啊？不是司机住怎么住嘛？就看，就正常就普通嘛。就普通的那种招待所，是很好看。真的很震撼，而且。你快点决定，实在不想走就住吧。还有两间房呢，一会儿再你再犹豫一会儿，两间房都没了。有手的打个手电筒。我手站了。哦，这儿呢。真的很好看，快来。哇！买嘞，买嘞，不高。稍微一点。不高。我跟皮出来。因为现在亮了。There's a house built out of stone. One floor is walls and windows. 你说真的很漂亮。你说照片还是说你这个景色？都有啊。你说把你拍得很漂亮还是怎么样？就照片也很漂亮啊。还是很明智的。当然，太明智了，就很值得。要感谢你昨天晚上坚持留下来，是吧？哦，太阳要出来了。那我们去哪儿吃？你们不查一查吗？还是随便看路边？到了看吧，你都不知道在哪里吃呢。那不就这附近？这个石磨豆腐鱼吧，麻辣的还是酸汤的？酸汤，我投酸汤一票。不是，可以点两个，也可以点两个呀，点两个小的，四分之一的，这个鱼大，给你做两个味大。来给大家试一下吧。来吧，石磨酸汤豆腐鱼。豆腐藤在哪？还有。还有鱼吗？这个看着要好吃很多呀。太头疼了，我是为了你，我是为了你投的，我也蛮辣的。哎，怎么回事啊？辣锅的豆腐跟鱼倒比这个嫩很多。对啊，我就觉得腥味儿少点，因为它味儿重。下大雨了，我靠！买到了是吧？哦，我买到了，买到了就好。好，走吧。贵州的天气变化的好快。我刚买好伞，我刚付完款，雨就停了。这个有备无患的。不好意思啊，老铁们，我在这个山脚下，我觉得大事不妙。又是一个一望无际的景点。又是一个一望无际的景点。你不打算带我一个？你想加入是吗？我想。我以为你说你不需要打伞。有人给我打，我就可以打，干嘛？雨真狗。
快上上上，抢个位子，抢个位子。你寂寞吗？找个帅哥坐你旁边。好。嗨，还是我来陪你吧。这边突然坐了一个帅哥，帅哥你从哪里来啊？啊，采访一下帅哥。我还从广东了。广东来啊？那你那边多还是雷猴啊？雷猴啊？雷猴啊？游客朋友们请注意，下一站我们到达的是卧龙塔。是让人觉得惊艳的好看。我们现在要玩这个了，可以从这个景点直接飘到下一个景点，叫鸳鸯湖，50块钱一个人，按人头算钱。大熊要那样那样那样，往后滑，哎，对，往后，哎，对喽，对。大熊，你在干什么？还在原地打转，就一直在转圈圈。也许不行，换个人滑吧，好吗？好，我们俩在一起吧，我们俩有默契。走，结婚，结婚。这个美丽的花瓶，脚都踹下去。人家船上起码有一个聪明的，我们三个都蠢。别人已经走了，我们还在原地打转。啊，黑了，好像有那个状态了。后面已经没有人了，我们是最后一个，我们是最后一抽了。我们荣获了最后一名。走，让我走，快走。哦，绕绕，我只能说丝毫不动。哦，对不起。好，哎，当时现在你当时角色。这个漂流真的是太值了，一个人50块钱，还能看到这样的美景，真的你去哪里都没有这个待遇。你看那个光，我操，这太绝了吧！哇，牛逼牛逼，熊熊牛逼！这个他哪吒闹海的，哪吒闹海。我们现在大概已经走路程的一半了，谢今天这位最佳船长。这50块钱花的值不值啊？真值啊！那就是说，这个在关门之前能不能走完第二个景点？不要这么悲伤。他们就能逛几个就几个，都跟你说了，你逛完所有景点，景区也不会给你颁奖的，你不要给我打，又不是上班，别给我打卡。好了，这个人现在一个人跑。你说家里真是要有真的，真的很辛苦，累了，我们已经躺下来，辛苦什么？累了一天了，真的累了一天了，我们都躺下了，一点都不，咱就是说累了一天了，真的好辛苦。3点吧，我们也就漂了2个多小时吧。是我听错了吗？要走1个小时啊？要走1个小时啊？走1个小时吗？要走1个小时啊？那你们去吧，我在这等你了。去了。那我祝大家平安。真的不去了啊？我不去了。这个就是这个景区，就是我们去黄果树不去黄果树，然后去拿小气口不去小气口，我操！大家这个真是什么逻辑？这个多少钱啊？能不能去问一下？应该几百块钱。我操，太会享受了吧！到了。啊？是我看错了吗？不会是他吧？就是他。所以他美的是在。挺美的。怎么说呢？很本分的景点，主要是走了1个小时过来，实在是有点生气。他真的就七个孔哎，怎么会这么老实的景点啊？大家就是去一下第一个景点就可以了，第一个景点很漂亮，这就漂个流啊。我们走了1个小时来看一座桥，哎，这样看好看很多。对呀，这里把那个水里面的倒影跟它结合起来，里面有没有发现它有一些异样的美？